是的，开始还是有一些新面孔，是有一些新面孔，对，所以呢，还是来介绍一下游戏的规则，照样来一次开场白，就是今天很开心可以来桃园的星光三月的站前店。李俊三任一日店长，然后很高兴大家来这边，先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好了，谢谢大家。好，这一场人越来越多了，现在反正没有错，大家差不多对吃饱了，差不多该出来逛街了。好的，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Lee Jeans 的新的一个系列这样子。然后今天如果你到店试穿丹宁裤的话，即会享有周年庆的8折，再95折，再加码95折，只限今天哦。然后现在是3点钟嘛，如果你在4点以前到 Lee Jeans 里面去购买产品的话呢，就有机会可以抽中丹宁裤一条，而且是不论金额都可以参加抽奖。对，不管你买多少钱，你都可以参与抽奖。不过只有就是4点以前购买才有这个机会。另外呢，今天的加码就是，如果你购买5000元以满5000元呢，我们就会赠送 Lee Jeans 跟 Poker 联名系列的一个笔袋，要送给大家。然后还有呢，如果你今天购买的是百年纪念裤款系列，满3600块的话，我们就会送你百年纪念的工具袋一个。这个是只有星光三月独家的哦，所以在桃园的其他百货公司都不会是没有的，是非常的就有纪念价值。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准备一系列的有奖问答，然后奖品非常的丰富。那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奖品。对，我们今天有准备很丰富的礼物给大家。先是这个，它是一个放牛仔裤的袋子，专用背带。对，如果你出国啊，或者是去外县市，或者是骑单车需要骑单车，你都可以把你的牛仔裤啊，或者是水壶放在里面。是，好。接下来呢，就是他们这一系列新的 T 恤，是广告的一个 T 恤。就是、我们今年的广告主打主题，这个上面的4个字呢，就是非常关键的。是，稍微注意一下这4个字，等一下我们有奖问答会有这4个字哦。好，那现场呢都会有发送 Lee Jeans 的 DM， 那接下来我们有奖问答的题目呢都会在 DM 上面。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话呢，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索取 DM， 对，上面都会有解答。新加入的朋友们可以就是来舞台前面这边，我们等一下会发 DM 给你们，里面都有解答哦。对，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精美的奖品、丰富的礼物的话呢，你就可以赶快看一下我们 Lee Jeans 这一系列新的 DM， 然后等一下我的问题，你都能够在 DM 上找到答案。好的，现在他好像有点冷静哦，所以我们要先来暖身一下。好，我们来暖身一下。那在暖身之前呢，我先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Lee Jeans 这一个系列。他们今年新的主打广告概念就是好奇不灭。是的，好奇不灭就是他们这一系列新的广告概念。以及 Lee Jeans 相信在城市里面，拥有好奇心，你勇于改变，就能看到无限的可能。那么今年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一个世界大城，也就是纽约，是这一季设计灵感的来源。以及无论你在任何的场合， Lee Jeans 都可以让你找到适合那个场合的丹宁。是的。好，那么我们的暖身题总共有2题，现在就要开始了。我刚刚所简短的介绍这个系列的一些概念呢，就有讲出题目跟答案哦。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来问问题了。请问今年的广告主题是什么？诶，我要数到3，然后我们抢答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精美礼品。好，我要倒数哦，3、2、1。这位黑色衣服的漂亮小姐，好奇不灭，是好奇不灭，恭喜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牛仔裤袋，谢谢，恭喜。好，是的，今年的广告主题就是好奇不灭，就是用好奇的角度去发现一些不同的可能。好，
接下来第二题，今年 Legion 新的系列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哪一个世界大城？好，我们李玲要倒数喽，大家把握机会。现在举手是没有影响等一下我的选择的，因为我们要倒数才会公平哦。那么我倒数之后看谁，我站远一点，等一下看谁数得最快，好不好？大家可以站靠近舞台一点，这样比较容易被看到。那我的，哎，还是不用这么近，不用这么近。好，三二一，哇！等一下，喂，怎么办呢？现场有那个摄影机可以调阅一下吗？我的肉眼有点没有办法分辨，我可能要都倒带很久才有办法看。那么我们让 Sandy 来决定好了。好，我们再数一次哦。今年的设计灵感是来自哪一个世界大城？三二一，好难。我们给这个帅哥，刚刚有买东西，帅哥，帅哥，帅哥，请问一下，纽约。啊，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帅哥，谢谢。获得好奇不灭广告系列 T 恤一件，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还有呢？是，好，没有拿到奖品的朋友不要灰心，因为接下来我们不好意思，亲爱的，先好好，等一下再陪你。好，接下来呢，我们总共有三个系列，三个新的系列的牛仔裤要跟大家介绍。那在我介绍三个新的系列的同时，每一个介绍也都会有小小的问答，大概总共有八题，总共有八题，也就是我们会再送出八个奖品。好，接下来呢，就带着大家，因为毕竟我们是好奇不灭嘛，所以我们就带着大家用好奇之眼来预览一下我们 Legion 的秋冬新品。好。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Urban Rider 都会骑士系列。好，那我们请 Sandy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都会骑士系列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么等一下 Sandy 介绍的内容呢，都将会是我们有奖征答的题目哦，大家要仔细听了。好的，都会骑士系列呢，顾名思义，它就是为了骑单车的人设计。所以呢，它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像是呢，要大家注意听喽，关键来了，关键关键。哎，骑车的时候什么最重要？荧光最重要，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个裤子呢，它就是有荧光橘色的标签，它是一个很特别的 icon， 就是跟Legion 的其他牛仔裤子的话是。另外呢，骑单车的时候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裤管，因为很容易会卡到，就是骑车的时候你在踩那个车轮的时候，很容易会卡到裤管。所以呢，它特别设了一个就是卷裤管的地方，但它卷裤管很特别的地方呢，是它有反光标志。那这个反光标志，大家看有没有觉得它很像我们的纹路？没错，就是轮胎。哎，大家用手指一下。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有很多功能性的收纳筒袋，像这个后袋的部分呢。它就一样是有挂条可以让挂钥匙啊，跟挂一些就是紧身携带的东西等等，然后另外口袋也很多，所以大概的重点就是这样。好的，这就是我们都会骑士系列的特色啦。接下来就到了快乐的有奖征答时间，准备好你们的手，我要问问题喽。第一题 ，Urban Rider 主要是有什么颜色的标志在口袋呢？什么颜色呢？什么颜色？刚刚有看到吧？有吧？有看到吧？要数是不是？好，一定要数。三一，哎呀，多一个人帮忙，好像没有太大帮助了哦。橘色。恭喜答对了，恭喜获得我们 Legion 的牛仔裤带一个。好，还有一题，请问牛仔裤上的反光条来自于什么灵感呢？你确定你知道？我知道哦，好好好，都在讲，都在讲。好，三二一，哎，这次真的很快。很快，恭喜！恭喜获得好奇不灭广告系列 T 恤一件。好的，
好，第一阶段的题目就这么结束了。但是呢，我们还有两个系列，所以大家要仔细听喽。好，第二个系列我们要介绍的是理想未来环保系列。那 Sandy 为什么这件牛仔裤要叫做理想未来环保系列呢？因为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以环保为概念而生的商品。首先呢，它的材质呢用的是就是一般的用的不是一般的布料，它用的是回收再生的材质，还有优质的棉花。另外呢，大家都知道有时候就是我们牛仔裤上面的洗色其实是要用很多大量的水才能洗出来的，可是我们为了要节省那个水资源的浪费，所以我们是用镭射的方式去做洗水的处理，所以是干处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标志的部分。一般呢，大家牛仔裤后面都是皮的标志，但是我们呢，就是特别用的是再生纸，这个纸都是可以回收、可以溶解的，而且呢，它不怕就是洗衣机怎么洗都不会破掉。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大家看一下，一般我们的牛仔裤都会有这个小的金属扣，就是小的金属扣，但是我们这个部分就不用金属扣，改用刺绣。因为呢，它也是减少一个就是地球资源浪费，这样是真的是一件非常环保的裤子。好，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呢，就是说呢，他们这边的图钉全部改成刺绣的方式，也就是不要去浪费金属的资源，以及后面的布标呢，原本是皮质的，现在我们改用再生纸来制造。那它虽然是再生纸，但是你可以不断的重复洗涤，所以也不用担心清洗的问题。好，谢谢，谢谢，好严重，对啊，大放送了，大放送。这一题呢，我们这个系列我们将会选出三个朋友来回答。好的，那大家就仔细听一下喽。第一题，力的环保裤款系列名称是什么？四个字，大家先看一下题目哦。四个字，四个字，需要比手画脚吗？好像没有这个单元哦，对不起，对不起。啊，力的环保裤款系列名称是什么？三二一。好，来，请问一下。是的，就是理想未来，是理想未来的环保系列，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更漂亮、更干净的地球，所以呢，做出了理想环保的牛仔裤。好，接下来呢，这个题目我们将会选出两个朋友来回答，因为他有两个答案，也就是力的环保裤款有什么特色？好。这个特色呢有两个，然后刚刚我都有跟大家再重复一次，所以我相信答案是非常明显的。各位朋友，我们将选出两位幸运的民众来回答这个问题。三二二没有错，恭喜你是用刺绣的，恭喜你获得一份的大型不灭的广告系列一选一件。好，除了图钉是用刺绣的以外呢，还有一个特点哦，我们再来数一次好不好？好，环保裤款有什么样的特色呢？三二一。好，那个后面的朋友，对，牛仔衬衫的同学，请问你。没有错，牛仔裤后面的指标是牛仔裤的指标是再生纸做的，不是一般的皮标，恭喜。好，大家都有在听今天我们系列产品的重点，好，非常开心。接下来呢还有最后一个系列要介绍给大家， VJeans 今年秋冬款最后一个系列就是弹力奢华系列。好， Sandy， 什么是弹力奢华系列呢？弹力奢华系列呢，顾名思义就是很奢华。它奢华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到底在哪里呢？因为我们这一条裤子呢，就是李宁身上穿的这条，是的，是不是穿起来腿很长？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用的布呢是意大利进口的布料。一般呢，意大利跟日本进口的布料呢，一条裤子都要六七千以上，非常的
对，但是我们的裤子呢，就是还是一样，价格非常的平实，就大概3000多左右。那另外它有一些设计呢，就是都让就是你的身形更加的就是完美。例如呢，像李宁这个裤子呢，它呢就是它的约特线呢，一般我们的约特线是平的，可是李宁这条呢它是弯的，所以呢就使得它的臀型呢就是比较上提一点。另外皮标啊跟一些就是铆钉都用的比较细致。好，不好意思，最近没有练了，好不好？不要这样一直盯着我，害羞了，非常害羞。好，所以我身上穿的这条就是我们新的弹力奢华系列啦。那这条牛仔裤说真的真的非常的好穿，那一般如果你想要穿来自意大利进口的布料，你都要花很多钱去买一件牛仔裤。可是呢，我们 Lee Jeans 弹力奢华系列虽然很奢华，但是价钱却不是那么的贵，对不对？对，是平价的，是亲民的价格。好，那么我们弹力奢华系列的有奖问答又要开始了。刚刚你们一直用谢谢，我又一直谢你，对不对？我又一直讲那四个字。对，好，那事不宜迟，第一题，请问我身上穿的是 Lee Jeans 什么样的裤款？3、2、1，来，那个黑色夹克的弟弟，你真的会吗？会哦。恭喜！这是弹力奢华，送给你，可以让你装牛仔裤或装水瓶。好的，非常好。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喽，最后一题喽，我要问问题喽。请问弹力奢华系列的布料是由欧洲哪一个国家进口的？3、2、1。好的，我们这位蓝色 T 恤的大哥，请问你？大力。没有错，就是意大利。恭喜你获得好奇不灭广告系列 T 恤一件。谢谢。好的。哎，玲玲，哎，觉得大家好像还蛮热情，很热情，要加码是不是？再来加码。那问一下我最喜欢吃什么？对不起，搞错重点。好好，开玩笑，开玩笑。哎，那我们加码的题目，我会出的很简单，很简单，非常的狗腿。很狗腿吗？很好答，很好答，就两题，大家注意听哦。好的，各位朋友，因为今天由于大家都是非常热情，所以 Sandy 今天就特别加码了两个题目要给大家。那现在 Sandy 来帮我出。好 ，OK， 没问题。好，大家注意听喽。就是呢，你心目中最喜欢的牛仔裤品牌是哪一个嘞？答案应该很简单吧？后面好多呀，好多。对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这么多答案，应该不会有人回答错吧？对，应该不会有人白目在跟我讲别的牌子的啊。好，好，那么我们要开始数喽，3、2、1。哎，我注意到后面有一个黑色外套的女生，哎，她为什么要回头？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那你来这边，来，大声喜欢的牛仔裤品牌是什么？大声说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你，再大声一点。你，没有错，恭喜你，恭喜你，获得第一个一件。好，最后一题，最后一题了，更简单，终于是最后一题，超简单，是。就是呢，你们心目中最正的美腿女神是谁？这个好像真的有一点点大不好意思，我等一下害怕有人会讲那个隋唐啊、林志玲啊，所以这么漂亮的答案还是我先离开，你们慢问好吗？如果他这么白目的话，我就把礼物收回，好，送给别人。这个题目我真的没有办法重复一次，我们还是交给 Sandy 好，来问一次哦。你们心目中最正的美腿女神是谁？哇，好，先命你来选。好吧，那我倒数了。那我真的无法。3、2、1。哦，大家都很快耶，那个穿黑衣服、黑色风衣的，黑色风衣，哎呀，大叫出来！你不要讲隋唐，我会哭哦。大声一点，大声一点！你心目中最正的美腿女神是谁？好，谢谢，对，谢谢。叫我本名好吗？他还叫你本名，对。陈爱玲就是玲玲吗？谢谢。我怕有人不知道。好，所以今天加码的题目也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活动还没有结束哦。
记得如果你4点以前到丽君店购买牛仔裤的话，我们在4点钟的时候会抽出幸运的朋友、幸运的粉丝，然后我们会送你一条丽君新的丹宁裤，而且价值4000多。而且不管你买的东西的金额是多少，都可以参加抽奖。对，不管你买多少，我们都可以参加抽奖。对，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把握机会。对，然后也不要忘记，就是这些盲语圈我们会送 POKO 的礼袋。对，好，那接下来，好，接下来就是玲玲要到我们的店上，那只要有试穿的朋友们都可以跟玲玲合照哦，只有20分钟的时间，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欢迎大家来试穿，谢谢。